现在你听真济报告，了解讲咱琉球乡的建设，尤其是咱的观光，那么这几年以来有真大的进步。那哩，按印度的东港回来时阵，感谢这个乡长给我介绍，吼，给我了解讲咱琉球乡即摆咱的乡亲是话上界需要的，比如讲交通这方面，即摆一天已经差不多30班的班次，这个班次在走。所以讲，基本上无啥物问题，但是水甲电的部分啦，电，乡长讲，台商这未来几年同款是无问题，但是水可能会较无够，所以讲，这个水库那边要安怎加强这个加压，把水拢啊送归咱流域乡来，好啦，后摆以后无管是咱乡亲所需要用水，还是观光要开发所需要用水，拢决定爱有够。这样，我一定会带你，要阮秘书长来交代经济部，来把这个代志做好。另外一点就是，今仔日咱听这个报告，咱这个所在呢，后摆要来起一个，算讲是咱卫生所的附设的护理之家。这个护理之家，不管是37层还是50层哦，对一个地方来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建设。大家知影？就是咱现在台湾的人口哪来哪老，咱的四大人超过65岁，一般算讲是老人的这个人口，现在已经超过12%。所以讲，伊现在的人口哪来哪侪，后摆咱台湾哦，差不多到一个时阵了哦，每20个人内底，就有一个人是超过65岁的咱的四大人。啊，咱。为了这个未来的发展，所以讲现在要开始做准备。不管是讲咱厝内面安怎起，包括咱安怎改变，上重要就是护理之家，也是另外比如讲长期照顾中心、日照中心，这拢爱从现在要开始做好。所以讲，在我2-3年前伫内政部做部长的时阵，我也就开始注意这个问题，包括讲我的同事。一定爱予台湾每一个所在，尤其是偏乡的所在，拢爱有乡长照顾咱新员的所在。无管是日间照顾中心，还是护理之家，所以讲这边要来之前，我特别请教咱李树川秘书长，讲像咱琉球的是我上需要是啥物建设，伊就甲我特别甲我讨论讲一点，希望咱中央政府。会使来合标台北市管府，甲咱屏东县县政府，啊，大家共同来努力，看卖我国同这个用地问题，赶紧来解决。伊出的这不管是经费吼，4000几万，还是讲总共的建设经费，我感觉这是小可代志。但是土地变更无偿的费用，中国老外国较硬发展吼。我过来拜托，咱台北市政府跟咱屏东县政府一定爱合作。啊，这件代志我嘛同款交代咱李四川秘书长，要一定爱互恁尽快，比如讲看在这2-3个月以内才来解决。安尼咱所关心今仔日所关心的代志，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啊，若是其他的需要，看咱哩因为乡亲嘛都有时间，甲我慢慢报。我一定会尽我所有的全力来照顾咱所有台湾的偏乡甲离岛，尤其是咱小琉球，希望各位乡亲、各位士官继续来支持咱的政府，支持咱的建设，来讲，安尼好不好？